请用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的角色：耿直、公平、稳重。请问你的大绝招必杀技是什么？刑天快拳，就是在一眨眼瞬间，然后我已经打倒敌人这样，所以要用慢可播放看回去我是怎么打的。请问五虎将跟刘备六个人中谁最帅？赵云吧，赵云就是一个出来就是哥最帅的一个，他每次出场都是这样子。请问终极三国中谁最美？为什么？最美哦，曹操啊，喂，曹操很有气质，书生的。最想跟终极三国里面的谁交换身份？董卓，因为我想当个就是举世无双的大本营。你跟谁对戏的时候觉得最痛苦？为什么？应该是跟团员呢，就一直想要憋笑，就不能笑场，然后又就觉得有时候演一演就觉得其实很好笑。那你跟谁对戏的时候会最常笑场？哪一个团员？最常笑场，团员几乎都会，应该是易恩吧。就易恩有时候有些行为真的会让我觉得很烦，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在认真这样。那你等戏的时候通常都在做什么？睡觉。最近最爱看的一部剧是什么？我最近看了一部我觉得非常好看，叫《生肖课的救赎》，它是一部好莱坞的经典片，很老很老的片，1999年，但很老的一部，大家看好。觉得自己的地雷是什么？地雷就工作上面遇到很不 OK 或很瞎的事情，不会很生气。那你做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心情变好？工作，真的不管怎样。请报一个就是演戏期间的时候演员的小秘密。小秘密，浪费很长 NG 吗？你最想跟粉丝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就是谢谢你们，就是一路以来一直支持。虽然这句话拔了很普通的一句话，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哦，能够在我刚出道的时候看到你们，然后到现在我都还可以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，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动力，以及让我有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。请说出一个一定要在爱奇艺台湾站锁定《终极三国》的理由。你不看《终极三国》，你会后悔。2017年没有活过。